你不是明天回来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也想说，这是老朋友之间的心灵感应和默契。但是不好意思，是你没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吓得我半死。我直接冲到你单位楼下去问保安，保安说你拿着球拍跑出来了。律师函怎么回事？一路上赶过来，累坏了吧？ 律师函是怎么回事儿？就是一个孩子气的仪式，他要用这种方式证明和我的决裂。我妹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什么事儿都要说的严重一点。也是，我怎么让他给吓着了？就是你，随便用我的办法。出了事我得负责呀，这一路上累死我了，谁？ 你知道这一路上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吗？我竟然都没有正式的、好好的感谢过你。感谢我？青青这次失恋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陈年旧伤。6年前，我能顺利的走出来，你真是功不可。 谢谢你啊，陆医生。我现在啊，最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了。手虽然分干净了，事情也处理清楚了，但是心里啊，肯定还不舒服。我给你打会儿球，发泄一下就好了。你会吗？不会，应该还不会输啊！少废话了，快点，你把我打趴下来，你就舒服了。